你的电话点。这来估计救不到他。哟，乖乖，上面冒烟冒得厉害哦。啊。顶上。这个安全隐患就出来了哈，你造那么高架怎么救你？估计见了新闻联播就开始了。新闻联播不会。你这个算有啥用啊？这金庙算算了。这双方资产做大，资源优势，跟你的资源优势，这个可以充分发挥，双方资源优势在两家提升。